东森新闻团队正在夏威夷执行全球最大的海上军演。这个地点呢，刚好就在夏威夷知名景点亚利桑那博物馆的旁边。在这里有个非常著名的观光行程，就是由博物馆会有相关的船舰，民众可以搭乘这个船在珍珠港内游历一圈。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停靠在珍珠港内，吸引多国民众前来打卡拍照。除了林肯号，还有南韩的马罗岛号、澳洲的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都停靠在港区内进行相关准备作业。所以说很多民众在经过的时候都会多看几眼，因为其实在珍珠港内不是很有机会可以看到航空母舰停靠在这边。美军还派出最新锐的驱逐舰，带领智利和加拿大的驱逐舰进行海上联合编队航行，释出了一个讯号，就是说美军最新锐的一个驱逐舰来带领了多国盟友来进行相关的操演，验证一些战术战法到底如何执行。外形充满科技感的朱瓦特级隐形驱逐舰排水量约1.5万吨，特色是高度自动化、逆中功能强，每艘的平均造价就高达75亿美元，约2230亿台币。因为造价昂贵，目前只有3艘，最多可装载80枚飞弹以及 AGS 的先进火炮系统。俄军在乌俄战争中动用高超音速飞弹后，传出美军有意要在朱瓦特级驱逐舰加装高超音速飞弹，要在未来大国冲突当中发挥吓阻效果。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道。嗨，想全天候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吗？敬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当然手机下载东森新闻 APP， 你也可以掌握新闻讯息，既快速又便利哦。